南国千年花城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发生惊天巨变，广州复大肿瘤医院在大医惠民的旗帜下不断壮大发展。自2010年创办以来，医院遵循厚德行医、医德共济的院训，以科技兴院、诚信立院、博爱办院为宗旨，努力建成高端化、学术化、国际化的肿瘤医院。走进复大，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茂名姑娘彭细妹。她的不幸和幸运令人唏嘘。2009年12月，她还是个身患巨大卵巢癌，为不连累家人而独自在湛江流浪了2年的苦命人。是复大的徐克成院长偶然发现了生命垂危的细妹，专车把她接到广州，为她组织捐款，实施手术，切除了重达55公斤的肿瘤和囊液。从死亡线上回来的细妹决心回报社会，每天在复大做义工。2010年，49岁的印尼现任卫生部长、哈佛大学医学博士恩当女士患晚期肺癌，她动情地说：“命运确定我罹患癌症，而且是晚期的。我和丈夫考虑各种医疗和医疗地点，加上关心我的同僚们的意见，最后我们选择了广州复大医院。经过复大精心治疗后，她的病情得到控制，恢复工作。2010年5月，复大成功治疗了马来西亚著名音乐指挥家陈伟天，让这位身患晚期胰腺癌半肝转移、终日靠吗啡止痛的患者重新走上了舞台，震撼东南亚，被誉为不死的音乐家。10多年来，复大肿瘤医院数次成功治疗危重恶性肿瘤病例，成就了他们的人生。2001年，越西6岁的明仔濒于死亡。2006年，梅州魏凤患眼部巨大肿瘤，如今他们已走进卫生学校。2011年，为叙利亚大法官成功切除了腹部恶性肿瘤。2013年，来自美国的女士在复大被清除腹内巨大肿瘤8公斤，激情欢呼：“中国，感谢你！”复大的冷冻治疗已成为享誉世界的品牌，冷冻治疗肿瘤近万例。主编中英文版专著《肿瘤冷冻治疗学》，创晶体冷冻治疗胰腺癌，被邀在 WHO 和欧美多个城市宣讲冷冻治疗，在国际会议上屡次获得奖励。2010年12月，复大首批获评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复大创建初期仅有20张床位，显得是那么单薄孱弱，但医院的创始人徐克成院长坚守自己1998年与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的约定，在中国南方创建一家有特色的肿瘤医院，带领复大全体员工自信、自立、自强，攀登上时代的峰巅，迎来引领风骚的时光，回报社会从不吝惜。复大10年救助贫困病人超过500万，汶川大地震派出医疗队捐款950万，雅安地震再捐500万，均为广东医疗单位之冠。友善、博爱，用最好的技术、最少的钱，让病人得到最大的实惠。这里救治过全球70多个国家的患者，医院因此成了国际大家庭。2008年初，丹麦一位胰腺癌半肝转移患者郭林女士，不顾当地医生的质疑，来到复大治疗。2个月后，肝内转移灶消失，胰腺癌瘤缩小2/3。如今，郭林女士以奇迹般活过6年，她称复大为中国的家。
他和傅大的神奇故事传遍丹麦，当年就有113人次丹麦患者不约而同到傅大治疗。徐院长一行应邀到丹麦访问时，当地癌症协会的代表挥舞着五星红旗在机场迎接贵宾，走下舷梯的徐院长顿时热泪盈眶。在国际友人的心中，大医博爱的名字叫中国。傅大高素质高水平的核心团队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傅大创始人徐克成总院长提出与癌共存、癌症是慢性病的理念，创新三西加 P 治疗模式成为傅大成功治疗患者的基石。他被评为感动广东年度人物、南粤先锋，并荣获中国卫生界最高奖白求恩奖。傅大培育了优秀的专业团队，他们中有被誉为天下第一刀的牛立志博士领衔的冷冻治疗团队，有曾作为亚洲首例多器官联合移植首创华医学的李朝龙教授领导的肝胆胃肠乳腺外科团队，有被誉为血管瘤切除零出血的曾宗渊教授主持的头颈外科团队，还有李海波博士主持的肺癌胸科团队，刘日博士、朴向浩教授领衔的血管介入团队，陈继兵博士领衔的免疫治疗团队。病人至上，服务为先，傅大实行基本服务、预期服务和惊喜服务在内的 BU 服务模式，专车到机场、车站迎接，迎宾护士拿行李开车门，司机发表欢迎词，病房里更是鲜花璀璨，水果飘香。因节而尊，因廉而正，傅大不收红包，不收礼品，不接受吃请，从院长到清洁工无一例外，坚持按国际标准实行系统管理。2014年3月，高分通过国际医院质量标准 GCI 评审，成为中国唯一获 JCI 论证的民营专科医院。傅大的成就获得业界的赞赏，两位医学界唯一健在中国科技最高奖获得者吴孟超院士和王振义院士分别出任了医院名誉院长和总顾问，海内外数十名知名专家荣任专家委员会委员。傅大从不在媒体做广告，但患者口口相传，媒体争相报道，偏于广州一角的医院床位爆满，其中70%的病人慕名从异国他乡而来。The doctors are really very good. And we're very pleased with the treatment that we've had in Fuda. I went down to Fuda again in the beginning of March and had a new PET CT, and that was clean. That was very beautiful. The doctors, the nurses,even the subordinate, very committed. Di pengobatan selama setahun di sini hasilnya sangat bagus, sangat baik, karena saya merasakan begitu banyak perubahan yang besar dari awal pertama datang sampai saat ini. 几次给他们带短信来了，他们是不要。والحمد لله جزت له عملية ناجحة بفضل الله أولا وبفضل المشفى وأهوال الطباء.If anyone wants to come here, the only thing that I will say is you are going to have a good experience. Nothing else. 我们医院的实践让我体会到要办好一个医院，这位院长和我们医务人员必须时时时时脑中转着老百姓，要坚持叩击心愿、诚信立愿和博爱办愿，最大程度的让我们的病人得到实惠，让他们减减痛苦，还他们一个健康的生活。傅大的历程向人们显示，争先创优，大医必惠民，科学发展，厚德济苍生。